那我们这里世代务农，那务农务到最后就一定要离乡背井，你们知道离乡背井的意思，就把家乡那口井然后搬到背到城市去。对，不然什么叫离乡背井？你有背吗？对啊，有啊，有啊，帮你转过来我看你背。有啊，我背这个不到这么长吗？长而已啊。所以老师知道以前就是要走这一条路，从宜兰到淡水就要走这条路。哎，对不起，我把它讲完之后，我们等一下再那个，不然这样会他那个拍摄不好拍摄。好，等一下开放给大家提问好了，对，好不好？因为这样子我会跟你答最高。但你外公到我小时候也是外一把鼻涕一把泪，然后大家哭在这边，开玩笑。我们这里哈，我们这里大概以前都是务农，那稻子哈，扣掉自己吃的。就要留自己吃嘛，自己吃，剩下才卖，所以剩下卖。像我爷爷很厉害啊，我爷爷一个人可以种三甲地，哇，三甲地相当于多少担？让你们猜，180担，180担，一担。以前是那个大的，就平大概要台斤，大概他们讲在100斤的，好，哇，那我们每年夏天割稻要割3个礼拜到1个月。然后边割边割，然后边干，边割啊！做这样的节气，要创什么花？大丰收哦！好有钱哦！哦，你要矮哦！可以割让啊！这里哦，这里夏天对啊，可以割让啊！好，跳过了刚才那边。